没有强迫啦，随意啦。因为我再给他施压了，一做料他松散，啊，我刚刚放那个皮包把它压到了，啊、哦，所以把它再整形。啊，在参加比赛的呀？没有，他要考试，1月22要考乙级执照，乙级执照烘焙班是很困难考上，有时候去年一年只有一个人考上。啊哈，我希望他是那个幸运儿。秀清姐正在帮我们准备今天的餐点哈。做最后的准备，然后两位主持人正在准备，等一下。四级就是这些公司，是要丢的。那些就带出来，那就是这样。那基本上的话，好，再把问题。应该是你红花我绿叶，对。好、哦。今天我是啊，你是红花，今天是绿叶，不是，今天是红花，今天是红花。不是，只是两位主持人有没有信心？当然有信心哟、哦，肯定没问题，有问题，没问题，问题不大。好好，我们拭目以待。问题不大。Yeah.